阿贤带你品尝图案千变万化的五彩千层糕。这是一个艺术品，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出。政府的大型宴会都要指定它的千层糕。走火入魔的高手竟然把做好的蛋糕重新肢解，再层层叠叠的粘合重建，结果呢，价钱也因此高贵逼人。Harga sampai 200 pun ada juga. 阿贤人情为本期菜单千层高手。